天都大亮，排长不是说有几个匪特意拖一股劲过来吗？可咱们转悠了好几个黑夜了，怎么连个人影没有啊？班长，会不会搞错了情报？不会。小青，上级的指示不会没有根据的，你就执行没错。嗨，有种的你就来吧，咱们乒乓扑哧干他一场，可别像上几次那样空欢喜一场。就凭你这急性子，那还能行啊？这不比种庄稼活，一决头就能刨一个坑。是，唐彪同志说的对，只要咱们有信心，就是一根钢丝也能把大树锯断。大军同志，大军同志，顾家找我们吗？是赵班长啊，我正要到牛蹄岭去找你们呢。怎么有情况吗？啊，我们联防队在界河边上发现了脚印儿。脚印儿？哎，一定又有毛贼跑出国境去了。嗨，又跑了。穆家，会不会寨子里有人偷跑出国境去了？不，以前有，现在没有了。大军来了嘛，我们边疆联防上通通规定了，不许有人再到界河那边去了。唐彪、乔青，你们过来。怎么了？这是敌人偷越国境过来的。偷越国境？这脚印分明朝着界河走的，怎么是偷越国境过来的呢？人往前走的脚印儿，脚掌比脚后跟踩的总要深一些。你们再瞧，这些个脚印儿，都是脚跟踩的深，脚掌踩的浅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走，咱们再找找。上去是野路塘，全是石头路，这狗日的真鬼啊，真他妈急死人，这么大深山老林到哪找去？你瞪着两眼干着急，有力气也使不上啊。唐白同志，到，你回去报告排长同志，就说今天早晨发现有人偷越国境过来，根据脚印的判断，估计敌人可能打这儿上去钻黑山的老林。是，我和乔青同志先顺着敌人路线搜索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地段和排长同志会合。是，执行吧。穆家啊，你也赶快回去，通知各联防按照规定任务守住各条要路的口子。是的。才得不久呢，小青，会不会是野鹿堂的海逆族？他们到野地里来喊密撒？不，不会的，班长。今天不是龙日，也不是虎日，海逆族都在地里干活了，寨子里的人不会到这儿来玩的。
兵班集合。是。教练部。是。自从朝鲜停战之后，敌人又在咱们这地方忙活起来了。可哪回都是白忙，哪回也没跑掉一个。是啊，不过这批逃跑到国外的国民党残匪，只要存在一天，总是个祸害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松懈，要提高警惕，加强防卫。很显然，这几个特务的目的和前几次捉住的一样，主要是刺探军事情报。这就是梅江匪帮梦想进攻我们祖国大陆的准备工作。一定要抓住，只要有我们边防战士守卫的地方，任凭你再狡猾再鬼，也别想逃脱一个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白熊吗？我是飞马呀。哎，我要41号说话。歇会儿再走。班长，我看呐，咱们今天又白跑一趟。乔青，你急什么呢？你叫我怎么能不急呢？我参军都一年半了，还没光荣一回呢。到今天为止，就连敌人长了几个鼻子几只眼睛都不知道。这几天我心里老琢磨着，说起来呀，还不顶我当民兵的功夫呢。我跟着野战部队作战，我好歹还立个三等功啊。咱们的工作呀就是这样，得要有坚韧性和耐心。你忘了去年年底，我带着刘全同志他们到分水岭去剿匪，在老林子里头折腾了5天5宿，那功夫我心里头琢磨着，算了吧，这么大老林丹哪去找呢？后来又一想，不行，任务还没完成，怎么能回去？咬了咬牙，忍着饿，挨着冻，我又接着追去。嘿，谁知道那天就遭遇上了，来了个一网打尽。你说我当时要不这么坚持一下，那不就白了？所以咱们一定要沉着，要有自信，要不怕艰苦。要艰苦，艰苦他算性格上。我是说咱们每天晚上听无线电广播，不是说抗战的兄弟部队快把公路修到拉萨了，就是海防部队渡海作战又解放了几个海岛。我听了这几个消息啊，心里急得就像火燎一样。可要是没有我们边防部队守卫着这条锅边边地，那敌人呢就可以大摇大摆地闯进来，破坏咱们祖国建设。你能说这个不重要？重要是重要，可是哎，那有什么东西？小姐，你去看看。包括瓤子吃呢。班长，吃点干粮吧。
这儿的兄弟民族上山打柴，他们出来带什么吃的？包谷粑粑、米粑粑呗。来往的马帮会不会到这儿来呢？不会，他们来干啥？那咱们的部队出来都带什么吃的？馒头啊，饼干。还是软的呢，这是才吃完刚扔下不久的。那你说这是什么人扔的呢？是匪特。对，咱们再找找。真他妈大海里找菊花针，又叫他跑了。出了点皮，小姐，你看，好小子，这回可露了馅了。走，
回可不能再让他跑了。班长，有没有发信号？不，这二十来里地的老林，敌人到底在哪儿我们还摸不清。我们不能等待，敌人也绝不会在这儿待场，说不定马上就要逃跑的。老林子里头抓敌人主要靠机智，不是靠人多。排长同志他们已经出发了，他马上会来支援我们的。走吧。排长，排长，赵班长叫我把联防队布置到格子卡子上，我们都闹好了，只要毛贼从脑袋里钻出来，保险跑不了。好极了，孟家，跟我来。兄弟民族冬天打山的时候打给你，站住！神经，怕什么？解放军又不是千里眼，不是顺风耳，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在这儿？宅机子，马上来了。报告李司令，我们已到达预定地点，野鹿塘没有共军，河口可以通过。关于共军部队番号、装备、分布的情况，三天以后再报告。关于空降，可以按计划进行。两个瞄准前头那个家伙，后边那小子我来对付。沉住个气，只要他不发现咱们，绝对不许开枪。
但不找了。找什么？这么大老林打哪去找去？刚才的脚印。张同志，这边没情况，往回查吧。排长他们来了。班长，快点下来，小枪不杀，解放军又在俘虏。Thank you.
你们投越国境过来的任务是什么？是李司令派出的情报小组，才有假新子来。我们早知道，我们的是这次你们的任务。老实说，是给李司令派出来探听情报的。什么情报？是关于你们部队的番号、编制，还有装备。哼，梦想，告诉你，国境上有我们边防战士，任凭你们什么阴谋诡计，也别想瞒过我们的眼睛。班长，我觉着咱们这工作呀，真是重要。我正愿意在边疆干他一辈子。对，上马，出发。